与萧永清对谈。啱啱咧就重新咧，政府公布咗咧一个新嘅限聚令嘅一啲嘅内容啦，包括一啲健身院啊、美容院咧就可以重开，咁嗰个嘅食肆咧都可以开到夜晚10点钟。先生，呢一个嘅今次改变啦吓，其实系咪及时？同埋其实有冇再改变得好啲嘅空间咧？因为有啲人就话，即系可唔可以俾多啲人数一齐食饭啊？出去嗱呢啲嘢咧？冇一個人手上有條formula一計出嚟邊樣嘢先至係最好嘅，呢啲一定係不斷測試、不斷調校先揾到一個恰當嘅嗰個限制嘅水準嚇。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社會面對更加值得思考嘅問題咧，就係究竟喺疫情下，政府可以干預私人生活、商業運作嘅權力去到邊度？要唔要有呢種干預？咁在香港，我覺得大家的準則呢不算好一致的。有時會反對政府干預，有時會說政府干預得不夠。譬如反對政府侵犯私人自由的，就我不喜歡檢查，你沒有權逼我。你明知香港人有權選擇不檢查的啦，你搞全民測試嚟做咩呢？都唔方會成功的啦，咁呢個咧就話你最好唔好喐我，我中意測就測，我唔中意就測就唔測啊。但係同樣情況咧，佢又覺得政府可能要封關先啱嘅喎。封關當然不是封他，因為他不是做過飯嘛。封關你會影響即係譬如交通運輸人員他的生計的。譬如做航空公司的他飛來飛去或者每一次都要停實四日。哇，邊有咁多航空人員去做，當然現在航空公司冇公開啦，但好多工作可能亦都因為政府定立某啲例會受影響，一樣會影響生計嘅。究竟應唔應該有呢個權力呢？點解封食肆又得叫你去檢測就唔得？應該係點樣嚟定呢？我自己睇翻歷史上出現呢啲流行性病都會由初初相對鬆到死得人多、嚴重，逐啲緊到有一啲時候咧甚至會採取一啲極端嘅手段，譬如你一感染就成條村就趕你出去，唔俾你喺條村。講你想新生，你餓死又好，乜都好，第二條村亦都唔俾你嚟，咁亦都有啲可能自己封咗自己留翻一個通道，俾人外邊運啲食物入嚟啊，唔俾出街啦，西班牙咁試過，亦都睇嗰啲電影，當然嗰啲係虛構噶啦，話發現咗咩啲病啊，政府派軍隊圍城全部唔俾走啊，咁所以你會睇到咧係可以去到好極端嘅。咁我都講過幾次咧，我話要控制疫情咧，一定係要全球一齊做，即係如果全世界國家肯花個零兩個月時間，大家都採取禁足、停業，
規定要戴口罩，逐批逐批都要檢查，即係短時間入邊做一次排查。咁咧你就大家一齊做，各個層面一齊做嘅話咧，咁咪有機會喺一至兩個月時間將全世界嘅疫情都壓落嚟。而家唔係喎，你辛辛苦苦做完，佢就帶兩個新嘅病菌入嚟，哇！你又中招，一時鬆一鬆又中招，都唔知搞到幾時嚇。咁好似西班牙好嗰輪又衰，最近歐洲嗰啲國家都有第二潮嘅機會啊。美國就暫時都未落添。其實就有啲國家就甚至乎有一啲嘅民眾話上街示威，就要求撤去呢啲措施添。係啊，要求。俾佢哋唔需要戴口罩啦，要求政府恢復酒吧可以俾佢放工去 happy 下啦，有啲地方要求俾我開工啦，我要揾食噶啦，咁你要要樣樣而家交咗大半年噶，睇個款秋天都就嚟嚟咯喎。咁初初就話即係病毒怕熱嘅，而家好似唔怕熱嘅。但是不是冬天更加活躍呢？咁可能真係拖下進入第二年，咁我哋嘅經濟真係經過呢一役嘅唔容易復原喎。所以我自己覺得真係你只係全球經濟定係全球經濟？雖然而家話去全球化，但實際上呢個世界已經係好全球化噶啦嘛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，就而家各自為政嘅呢種對付疫情嘅方法係解決唔到問題嘅，即係會帶嚟人類付出沉重代價嘅，所以應該係真係要聯合國一啲尤其大國有。領導能力有影響力的大國真的要坐下來一起去解決才行、咁如果我們講回香港了，限聚令現在鬆了一些，你覺得個方向呢？如果現在我說調教而已，我個人所有，我想不是我個人，所有社會上生活的人都是希望鬆一些的、問題就是鬆一些，不要鬆到好像上次父親節鬆完之後哇！又嚟一次大爆發，死多批人，受多批人受影響，咁就唔係大家想見到啊！所以呢次政府鬆冇上次鬆得咁快噶啦，都係逐啲逐啲 ，OK 啊鬆啲 ，OK 啊鬆啲，咁只能夠慢慢嘗試去調節咯。咁而家話去到十點，咁都係合理嘅，因為又譬如我哋工作。遲的可能八點鐘先食，九點鐘就要清了嚇，咁根本食都可能未食完。咁當然你話而家疫情喎，你唔可以要求咁樣。但我相信，譬如放到十點，由兩個人冇乜事，下個禮拜又四個人嚇，過多個月就八個人。咁一路鬆，我自己睇以香港咁嘅情況咧，我哋係有機會逐啲逐啲降到零嘅，起碼本地爆發嘅係咯，會有降到零嘅機會。降到零啦，咁你咪開八個咯嚇，咁即係人。被隔離人是群體動物啊嘛，成日限聚限足，咁啊香港就唔算限足嘅，都唔係一個好如意嘅環境嚟噶嘛，所以我係個人梗係希望能夠鬆啲啦，但係我亦都唔贊成鬆得太快嘅。希望如你所願啦，因為今次咧其實嗰個疫情咧就同之前咧可能咧一啲海員檢疫有關，咁今次如果呢個問題漏洞解決咗咧就。有可能會好翻啲嘅，海源係一個源頭，仲有好多嘅好，今日同先生咧傾到呢一度。